恩典365，365天，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。在上帝的爱和恩典里面，我们活在圣经给我们的真理。我每次读圣经都觉得很感恩啊，就是你越读圣经，你会发现神把圣经给我们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宝贝。我每一次重新读一卷书，再读一遍，再读，读了50遍，读了70遍，读了100，读了每一次读都有一些新的领受。这一次我想跟大家分享士师记，所以我就很认真的去读它。在读士师记的时候，我读到了很多东西，是我以前我就觉得，哎呦，我士师记有没有看过100遍？但是怎么会我以前都不知道，没有注意到这件事？每一次都有新的。你说圣经有新的版本？没有啊，就是这本圣经，但是你就是可以读到新的部分。从昨天开始，我们分享到士师记里面第一个比较大篇幅所介绍的士师，叫做厄陀念。厄陀念以前就读到，哦，有关于他的一些事情啊什么，但是这期突然读到说，从士师记一开始就讲到，哦，有一个人叫做厄陀念，这个人是加勒的兄弟的儿子，换了是加勒的侄子，好，介绍他，然后他做的他发生的一些事情。那时候就觉得，哎，那个时候为什么要插入这一段呢？这一段到底是怎样？后来读到厄陀念真的出现到第三章的时候，就发现，哦哦，原来这个厄陀念是加勒的侄子，下一代。昨天和你分享，当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就突然想，哇，士师时代从加勒到厄陀念就是下一代耶，这么快以色列人就越走越远了，这么快就远离神了，不是过了50年，过了100年，就是下一代。换句话说，当约书亚、加勒他们进迦南的时候，厄陀念恐怕都已经出生了，只是小孩子，或者厄陀念没多久就出生了，然后他一从出生大概就一直听说上帝怎么样，上帝怎么做，上帝怎么做。那一代的人是听着他们爸爸妈妈讲神怎么带他们进迦南长大的。可是这些人听了这么多神的作为，心中却没有神，离神越来越远。我求主提醒我们，我自己就是第三代的基督徒，我真是求神施恩帮助我们，我们还是要彼此提醒，你给你的孩子什么最好的呢？给他最好的学区，给他最好的环境，给他很多零用钱，让他读最好的学校，帮助他补习，学钢琴，学跳舞，学电脑，学。可是你给他的最好的里面，为什么没有把真的认识神给他呢？到有一天他长大了，他的婚姻，他的事业，他的人生遇到许多瓶颈的时候，他不认识神，他不知道从哪里去得到真实的帮助。求主恩待我们，在厄陀念的身上我们学，不要到了第二代就已经忘记神了。而在厄陀念，神兴起他起来，带着以色列人去对抗外族的欺侮的时候，神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。这句话太重要了，神拣选了厄陀念，神就负他的责任，神就用他的灵与他同在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唯有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。今天圣灵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神的同在是我们最大的祝福，不要失去神同在。双手为我
双手。